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的荃湾洋芋道菜市场，一起看看这边街上的人流量吧。人真多啊，都出来买菜啦。大家大包小包的拖着拖车买很多的菜，一家人呢可以吃好几天呢。香梨20元9个，挺便宜的。苹果20元6个，这边的菜市场水果店啊，生意真的很好，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多多评论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